近期最为治愈的电影就是《战狼二》了，吴京亲手饰演的国产剧收成了50亿左右的票房。日常出行虽然是一辆90万的豪车奔跑，但下一次就不必定了。前不久，国内一名小伙加油时撞了一辆90万的豪车，没想到车主是吴京，生活钱都不必赔了，还免费合影了一张。据悉，该款豪车乃是奔跑 ML400， 国内价格在99.8万，搭载 3.0T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百公里加快7.1秒，最高时速可达230公里，最大马力333匹。小伙的福特轿车直接蹭到了豪车奔跑的侧边，从上图可以看到，刮蹭遍地严峻，要补偿也不多。没想到豪车车主下车后是一导演吴京，这下好了，小伙子直接要求吴京和自己合照一张，并且吴京一看自己的豪车奔跑，刮蹭遍地严峻。直接通知这位粉丝不必补偿了。吴京他自己作为一个武打明星是没有任何架子的，昨天还有网友在地铁上拍到吴京戴着鸭舌帽背着 T 恤，简直看不出来。日常出行的座驾就是这辆价值99.8万的豪车奔跑，还有一辆价值60多万的豪车捷豹，只不过给他妻子开了，可见他非常宠爱他的妻子。在电影《战狼二》中，吴京还会开一辆价值2000元的电瓶车，看起来非常开心。如今电影上映后，集体中能分到高达8亿资金，身价直飙啊！Thank you.